空间中有两个世界，一个叫圆，一个叫异。你只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里，而另一个世界也有一个你。念阳霄，武宗会念成元次子，性格冷漠，一心勤武。我梁霄，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回来。若你去了异界，你与空灵会的关系将陷入一场。我说过杀人偿命，今天你们五元堂谁敢小我？我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与他是仇人，但在另一个世界他却是我的爱人。如果这个世界的他死了，那面的他也会死。留给你选择的时间不多。宁霄醒醒，只要能救灵慧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即便是死，即便是死。相反的两个世界却有相同的命运。为了灵慧，无论那个未知世界里有再多困难，我也在所不辞。